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魏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呢，在家里，没错。我这两天呢，无意间从网络上看到有一间新的线上系统，点它的网页，然后进去看了一下，发现有蛮多的机台，哇，都是蛮新的，是2020年以后的新机台。看到它有活动，就是每天都是 morning 抢。我刚刚就决定，我要来做一个线上的实测挑战，这样子看我们一下 Morning Chang 有没有机会开得不错。好，那等一下就随便找个两三台出来试试。那目前你看到的这个画面呢，它可以玩的跟使用中的都有显示在上方，你就可以自己去做选择这样子。那我们点这个先进去点点看哈。进来之后，你看到这画面上方。你有看到上方这边嘛？有个履历，那履历的部分，你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每一只的实际连庄数跟它的转数，很清楚。像我这边我再按，它就会第一只、第二只开始显示哈。你看第二只191转，第三只187转，但是它开了七连，第四只二连，那第五只。84转啊，阿爸包阿爸包，但是其实也还好啊，没有到看起来很高转速的情况啊。你看454转在外面打，其实都是很普通的转速了。然后你看第七支38转，第八支220，其实还蛮优良的。你有看看九第九支74转，第十支比较长一点，哦，1127，其实。还好啦，他至少11连啦。今天 morning 枪的部分已经开了四支了，那目前转速是154转。那我们等一下先上个几百分上去玩一下吧。100分的话是35转，每一台都一样。啊，这一台目前看起来其实转速都蛮漂亮的啦。你看，那57转啊。哦，第九支57转，但是它十连，第十支、第十一支87转，第十二支600多，13、14、57转，57转两支，其实还蛮优良。你看后面都平的，大多一两百转那的事情。来吧，我们开打吧。刚刚上了300分了啊，现在目前就是有105转给我们运作，好，210转左右，然后后面来了一个，来了一个叉剑的，应该是牙狼剑的，那这个应该是四个雀变演出里面应该是最强的，那没关系，我们看它的后续发展怎样。哦，好，好鸡哦！现在上面有只要出现倒数计时，基本上都是好鸡演出，任何台词基本上都是这样子。但就看他好鸡的强度跟运气了，这样子。他目前都在做他的阶段升阶演出啦。那你像他刚刚升到绿色，那就看他后续会不会是升到红色，甚至更上去这样子。看会抽到哪一个？哦，大象石，
目前只要这个面具掉下来都是大枪死，任何牙狼的台的都是这样，他只要出现他的金色牙狼面具的话，或者是上面的异物升起来，基本上都是大牙出来。看起来是蛮有机会的，接下来就看他后续有没有机会这个开牌了。哇，大演出哦，插件哦，插件都是蛮强的。哇，运气蛮好的，你看，还打没几转就开了。来看有没有机会进行后续的 rush 的抽奖。有确变了，确变了，确变了，确变了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三跟七出档都是三回，然后他会进去一个 special bonus， 对 ，special bonus。那他的确变第一个 bonus 基本上都是300到450颗。Son!